鸡骨霸，谁嗦了剩下的鸡骨霸？我这里边是一袋啊。这个是麻辣孜然味儿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我就爱嗦了骨头，你们有愿意的吗？就平常家里炖肉啥的，我也愿意吃骨头多的那块，因为有滋味儿。有没有同款的？这鸡骨棒真的好吃，刚才给我呛着了，差点没给我带走。都是孜然，我以前一直管孜然叫轰然，后来才知道是孜然不是轰然。你们有跟我一样的吗？管孜然叫轰然，关键它太像了，那上面脆骨好好吃啊。到现在想想我还觉得好笑呢。